今天跟各位开箱这个 Open Switch 这个商品。那这个就是 sansmind 它最近出的一个硬币的一个道具。那它的效果就是它可以拿观众的一个硬币拿在手上之后，然后比如说在它上面画一个问号，然后请他选一张牌干嘛之类，然后最后说仔细看这个问号蹦，它就会那个问号就会变，比如说爱心三这样子。它的油墨就会变这样子，然后一瞬间效果。那 它的效果其实还有，我觉得可以变的是硬币的互换，就是不同的硬币去交换这样子。那一样，三生来东西主要就是给你耗材，然后给你光碟，然后教你这样去做这个东西。那基本上做东西是不难的，然后。但是因为它其实做起来的样子，用我们台币做起来没有到这么的像，但是其实还算是还算是 OK 啦，还算是 OK 的状态。但也没有要说这个效果，就没有说这个道具不好，但我也不会说这个道具特别特别的好。因为毕竟它的概念，你可以把它运用在别的物品上面去使用，那你会知道它这个概念就是哦还不错这样子。但是如果你要真的去让使用它的话，它里面基本上附的是有点像是消耗品，我个人觉得是消耗品啦。但是它的商品应该算是蛮容易取得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再评估一下，要需不需要这个的一个效果来去购买这个商品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